好 ，OK。OK， 我们继续来看这边，在这样一个反应式里面，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与氧分离。那在国中的部分，我们是说有个东西叫做锌，它跟氧化铜一起加热，加热以后呢，会产生氧化锌的白色粉末跟紫色的铜会产生。好，在这样的一个反应式里面，请问什么东西与氧分离？铜。什么东西跟氧结合？锌。所以与氧结合跟与氧分离，在这一个反应式里面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在这一个反应式里面，镁加氧变成氧化镁，镁跟氧结合，对不对？没有问题。那什么东西跟氧分离？找不到。你找不到，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讲所谓的氧化还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价速上升的时候我们叫做氧化，价速下降的时候我们叫做还原。请各位务必把这个东西记起来。为什么要记起来呢？或许你说啊，我高中的时候啊，我不要再读化学了。OK， 那哦、你可以不记。但万一你高中还可能碰到化学的时候，这两个黄色的框框就请你务必要记起来。好，各位看这边，元素都是零价，元素都是零价。它结合成一个氧化物以后，这种东西就会变成说，镁变成正二价，氧呢变成负二价。因为镁习惯丢出两个电子出来，对不对？是不是？镁叫简谱元素，对不对？是不是？忘了，又忘了，啊，所以说我就跟各位讲，周期表一定要背。好，镁呢，它习惯丢出来两个电子，所以说它很容易变成正二价。氧呢，它就喜欢去收别人两个电子，所以呢，它会变成负二价，所以说它会形成氧化镁这样的一个反应物。各位可以看零到正二，请问是升还是降？零到正二升。那零到负二呢？降，对不对？价速下降叫做还原，价速上升叫做氧化。所以说镁氧化，氧呢还原。用这样的解释，氧化还原就会出现在同样的一个反应式里面了，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氧化还原的时候，一定是讲价速上升或价速下降。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反应式里面，那很清楚什么东西跟氧结合什么样，什么东西跟氧分离。 OK， 轻松愉快，是不是？但是越轻松愉快的就越不会好，这很现实，对不对？好，下面呢又有两个名词很容易让各位搞混的，一种叫做氧化剂，一种叫做还原剂。什么叫做氧化剂呢？它本身还原，
那本身还原，什么叫还原？价数下降，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还原剂呢本身氧化，什么叫做氧化？价数上升，对不对？我用红色的来标记好吗 ？OK， 啊，氧化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使别人氧化，叫做氧化剂。好比说我使你更有钱，我就是叫大善人，没有，我就叫大善人，对不对？是不是？我绝对不是大仇人，我是大仇人，我绝对比你更惨，对不对？使你比以前更惨，是不是？对。我使你越来越有钱，就是我给你东西。所以氧化剂是就是使别人氧化。还原剂呢，就是使别人产生还原。我再讲一次，因为这好像我们这个绕口令一样嘛。氧化剂是使别人氧化，还原剂是使别人还原。然后氧化剂呢，它本身会还原，还原剂呢本身会氧化。OK， 我们看这一个反应式，好不好？锌是氧化，对不对？它本身氧化，对不对？本身氧化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呢？使别人还原，他使什么东西还原呢？对，使铜还原出来了，对不对？或者使氧化铜这个东西还原，对不对？氧化铜还原成铜，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那氧化铜呢？它是使锌氧化，对不对？使锌氧化，它本身呢还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锌是使铜打回原形，锌把铜打回原形。那天在 FB 上面看到一个，有一个男生写了这么一个誓词给一个女生，请问他是什么意思？你的美把我的心偷走。OK， 好，我们等一下先放到这边，等一下再讲啊。好，我再讲一遍，心把氧抢过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它本身氧化，对不对？它本身氧化以后呢，使氧化铜还原成铜。注意，它使别人还原，所以它是什么剂？它是还原剂。然后呢，氧化铜使锌氧化，对不对？它使别人氧化，所以说，它使别人氧化，它本身呢，它就是还原剂，对不对？
没有，再来一次，锌，它本身氧化，它是铜还原，所以说它是还原剂，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呢，它本身还原，使别人氧化，对不对？然后呢，使别人氧化呢，它就是氧化剂。所以各位要记的时候，不要记得氧化，你就是记使别人怎么样，懂吗？可以。对，跟氧结合的物质叫氧化物。结合完的。对，有没有问题？啊，不跟氧结合就没有办法叫氧化物，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一点不管是听清楚，这一点不管是对国中生、高中生来讲，甚至到了大一。那些读普通大学的大学生来讲，都是非常让别人的脑筋一团乱的。所以很简单，你只要知道使别人怎么样。我使苏大东肚子饿，那我为什么要使我怎么样能够使他肚子饿？不给他的花枝，不给他的把他东西拿过来，对不对？是不是？那我怎么样使他饱呢？要把东西给他，对不对？ Okay. 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拿粉笔打你。这么远还是打不到吗？那么远的话，我不会用板擦、啊。你再远一点，我就用椅子。好，看这边，这是一个表，这边是氧化物，刚刚病友问我说什么叫氧化物，跟氧结合的物质叫氧化物，对不对？好，这边欧洲代表氧，然后呢，这边是元素，对不对？元素就是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在这种状况下呢，各位可以看哈，这边都是空的，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是空的 ？X 的氧化物会不会跟 X 去产生反应？不可能，对不对？是不是？所以 Y 的氧化物跟 Y 也绝对没有反应，对不对？ Z 的氧化物跟 Z 也不会有反应，对不对？然后 W 的氧化物跟 W 也不会 有反应，对不对？是不是？好，在这个表里面呢，请各位看这个正号，有正的，它会告诉你说它有反应，负的，它告诉你没有反应，这样的定义我们先建立好吗？好， XO 跟 Y 它有反应，各位看 AB， A 的反应是在这边， X 的氧化物跟 Y 产生反应，然后呢它产生 YO 加 X， 请问 X 是氧化剂还是还原剂？ X 是还原剂。XO。XO 是氧化剂。氧化剂，它是 Y 氧化，对不对？是不是 ？Y 就是还原剂，对不对？好。那在这种状况下面，请问它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我绝对不可能，对不对？是不是？既然绝对不可能，各位看这边，
YO 跟 X 它就没有反应，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了解这意思吗？啊，好， XO 跟 Z 它会有反应，所以说 XO 跟 Z 它会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 XO 它是氧化物，对不对？氧化剂。Z 呢，它是还原剂，是不是？好，然后 XO 跟 W 它也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式， XO 是氧化剂， W 是还原剂，对不对？所以它这边都是正号，都是正号，就代表有反应发生。OK， 然后呢，以此类推，这边也有反应发生，这边也有反应发生，然后呢，这边也有反应发生。那 Z O Z O 谢谢你告诉我。对不对？啊，嗯。OK， 改过来了，谢谢。好，这样的一个表，它会怎么样去问你一些问题？各位。这种问题的模式很重要，请听清楚。第一个，请告诉我还原剂的强度哪个最大，哪个最小？还原剂是哪一个？就是让别人还原那个。这些都叫还原剂，对不对？是不是？啊？好 ，W 最强。那什么最弱呢？ X 最弱，对不对？嗯。好，还原剂的强度。还原剂的强度，还原剂是本身氧化使别人还原的。还原剂是啥？这叫还原剂，对不对？不是吧？不是。这是氧化剂的强度，氧化剂的强度是 XO， 对不对？对。对不对？还原剂的强度呢？W，对不对？是不是？了解这意思吗？我再讲一遍，还原剂。是本身氧化，对不对？所以说 W 碰到谁它都会氧化，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它最强，是不是？然后氧化剂呢是本身还原，对不对？也就是说它碰到什么东西它都输，对不对？是不是？我个不管运动也好了，游泳啊，跑步啊，汽车啊，打球啊，你不管弄什么，你都输，啊，都输给别人，然后东西都被人家抢走，对不对？那请问，还原氧化剂它本身还原，请问氧化剂的强度哪一个最强？嗯？通常都在这里。XO。懂吗？你不能看这边的东西哈，要看这边的东西哈，懂吗？这边是产物，你不要管它，你要看反应物，对不对？是不是？所以 XO 碰到谁都会把 O 给别人，对不对？
是不是？好好先生，对，好好先生。然后呢，都会使别人氧化，对不对？所以说它是最强的氧化剂，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 ，W 呢，碰到什么都会把别人氧抢过来，对不对？横刀夺爱，所以说它是最强的还原剂，就是它碰到谁都会把别人打回原形，对不对？是不是？孙悟空碰到每个妖怪都会把妖怪打回原形，是不是？好，所以会考的就是这样的图表，这样的图表。然后你原则上，请听清楚，原则上你没有时间去写这些反应式，请注意哦，这些反应式在题目上面是不会出来的，有问题吗？这些反应式原则上题目不会帮你写出来，他只会给你这么一个表，然后问你氧化剂强度、反应强度。好，那这个时候请问怎么看？来，来，教各位一个 pebble。pebble。各位看，以这个来看，以这个来看，直喽。直的来看 ，X O Y O Z O W O， 请问哪一个加号最多？当然是 X O 啊。所以 X O 是最强的。过来呢是 Y O， 过来呢最差的是 W O。那为什么是氧化剂呢？因为它一定是把氧给别人，对不对？是不是？各位再看一次啊，以这个表来看 ，XO 会产生三个反应 ，YO 会产生两个反应 ，ZO 会产生一个反应 ，WO 是一个反应都没有。啊，在这种状况下面 ，XO 它只要是产生反应，绝对是把 O 给别人，他绝对不会去抢别人的 O，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它是最强的氧化剂，使别人氧化。好，看横的，看横的，请问哪一个加号最多 ？W， 对不对？过来 Z， 过来 Y， 最差的是 X。然后 W 呢，一定是产生氧化还原的时候，它一定是把别人的氧抢过来，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它都有反应，它跟三个氧化物都有反应，所以它是最强的还原剂，因为它使别人还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原则上不需要把这六个反应式写出来，光看这一个表就足以使你作答，了解这意思吗？重的看看谁的加号多，横的看看谁的加号最多。重的看是叫还原剂，啊，氧化剂，对不起。横的看是叫还原剂，OK， 好，我们再有没有理？刚刚下课不去。没有，因为是。好，又快。来，哦，我们继续下去。刚刚讲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问题哈，要下去了。
氧化力跟还原力。氧化力谁最大，谁最小？W 最大。嗯？一直 W 最大。还原剂本身氧化，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它是 W 最大，然后呢，到 X， 对不对？还原力呢，就是 XO 最大到 WO， 对不对？跟这边的答案完完全全贴合，看到了吗？所以一个氧化力跟一个氧化剂正好反过来，了解这意思吗？啊，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请各位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表格，它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关于氧化还原的状况，这种表格几乎大小考试都会考，在期中测验期中假之前的测验也会，只是说这里面的加号不会那么规矩啊，排得那么好，好看啊，不会那么好看啊。好，请各位再看看黑板上的内容，请问有没有问题？好，请问请各位看讲义，我们很快的把讲义走一遍。请各位看到一氧化铝还原的那个表格里面对氧的活性，麻烦你把它勾起来。记不记得有一个实验，镁片在二氧化碳里面燃烧，它会产生白色的粉末以及黑色的颗粒。我再讲一遍，镁片在二氧化碳里面可以继续燃烧，它会产生白色的粉末以及黑色的颗粒。那我们知道很多的燃烧现象，它没有办法在二氧化碳里面发生，对不对？但是镁片为什么可以在二氧化碳里面继续的燃烧？就是因为镁对氧的活性，各位看对氧的那个活性那边哈，镁对氧的活性大于碳对氧的活性，了解这意思吗？所以镁呢就会把碳的氧给抢过来。那我碳氧化？啊？那碳氧化？不是这个重要，因为。因为原则上它是一个碳比铝多吗？啊，对。哦，就是只要比碳大都可以。OK， 啊，这边只是那个碳为什么宽起来？我认为它是一个非金属的东西。那在这种状况下面，你说钾呀、钠呀那些东西，在空气里面会燃烧，在二氧化碳里面会不会燃烧？对不对？因为它也会把二氧化碳的那个氧抢过来，对不对？好、啊，
所以我们从对氧的活性的大小来解释，听清楚，不是研判，是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反应能够发生，了解这意思吗？啊，只是来解释这件事情而已啊。好，在说明那个地方，氧化与还原的反应必定同时发生，这一点要请各位务必能够理解到啊。在那个实例上面，请各位能够稍加注意一下，因为所谓的分解作用、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各位比较难理解它为什么是氧化还原反应，对不对？好，我们从呼吸作用来讲，呼吸作用你是吸进氧，对不对？呼出二氧化碳，对不对？这个不叫氧化还原。那什么叫做结合？你吸进去的氧到达你的血液里面以后，可以把葡萄糖给燃烧掉。所以说你体内一直在产生氧化还原，否则的话你的体温会不会维持在36到37度？不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当你的葡萄糖，血液中的葡萄糖很低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想吃这个，对不对？会饿，为什么会饿？是因为你葡萄糖少了，对不对？你葡萄糖少了以后呢，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告诉大脑说，哎呀，赶快放点东西进来。所以大脑就告诉你的身体说，给你一个什么叫做饿，所以说你要赶快吃东西。嗯，也会有饿你有没有说饥寒交迫？如果说你很冷的时候，但是呢，你喝了一碗热汤，然后呢，里面的很多的料，然后你稀里咕噜稀里咕噜吃下去，请问那个时候你会有饥寒交迫的感觉吗？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哇，天哪，温暖的不得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外面热的，然后再加上你肚子饿，哇，那就叫做饥寒交迫。OK， 啊，连苏拉都不来了。不来了。今天晚上拍的还行。嗯。今天晚上。I don't know， 我这两天没看新闻。好，光合作用是在叶绿体里面，植物把二氧化碳吸进来，对不对？然后呢，跟什么东西？跟光，然后去跟水去产生一个东西，叫做葡萄糖，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说呼吸作用跟光合作用，它是一个反的一个状况，都是所谓的这个氧化还原。然后分解呢，也是因为有氧气的存在而使得一些东西能够分解啊，什么铁生锈啊、燃烧啊、漂白水啊，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是氧化还原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先停在这边，请问黑板上的东西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先照起来，照相处置。这样的话，我可以知道说，到时候要出哪些题目。
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这边一比二的话，那铁会有几摩尔？是不是四摩尔？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四乘以五十八，四八三十二，四五二十，232克，等于说328克的氧化铁，在足够的碳作用下面，它可以产生232克的铁。了解这意思吗？我有没有把各位搞混？有一点。但原则上，这种计算不是放在氧化还原里面，是放在第一章的化学计量下面。是放在第一章的化学计量下面。好。我这个先擦掉好不好？高炉炼铁最主要的会考各位一个东西，就是三氧化二铁加上碳以后，它会有 CO2 的产生，但是呢，它很多时候会产生一氧化碳，会产生一氧化碳。哦，就是，然后这一氧化碳会跟三氧化二铁继续作用，会产生铁。也就是说，这个一氧化碳，这一氧化碳，它是个氧化物，对不对？是不是？它是氧化物的同时，它又可以把氧化铁的氧再抢过来，然后变成二氧化碳。他先抢一次，再抢一次，这叫做双重犯案，连续犯，懂不懂？碳在整个高炉炼铁里面就变成一个连续犯，他先抢他一次，抢的不够，再抢一次，然后呢，抢到最后使铁一块钱都没有。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只告诉各位一个观念，只告诉各位一个观念，是一氧化碳一样能够产生氧化还原的反应，一氧化碳也一样可以产生氧化还原反应，只是告诉各位这个观念。好，下面的试题观摩那个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简单了哈。好，明天要跟各位再讲一次。等等是后天。啊，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跟正，后天。我怎么写电视呢？最主要要跟各位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一个是在佛山的部分，但是电化学最主要的是在氧化还原反应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
这种东西这一个部分。我记得我的孩子考高中的时候，他们曾经考到电解电度，啊，那这一些这几年来电解电度考的比较少，但是电化学原则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好，比如说各位都有手机，对不对？是不是？你不要你手机就给我，你不要老是砸他们，真是好可怜的，真是，啊天哪！如果说你那么恨你手机的话，就给我算了。那你们的手机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电池，对不对？啊，电池里面所有的反应就是电化学，啊，然后你在。所用的一些金属，不管是亮亮的啊怎么样的，那些呢都是电镀的产品，那也是叫做电化学，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就比较容易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你家如果说有汽车。那汽车里面有电瓶，那也是电化学。再单纯一点，你说我没有手机，没什么。那有没有用过手电筒？如果说你用过手电筒的话，那里面有电池，那也叫电化学。所以记不记得各位报告了各式各样的电池，对不对？忘了。所以，帮各位再回忆一下，什么叫做电化学的部分。OK， 好，好，今天讲的部分，请问有没有问题？最主要氧化还原会比较让各位，觉得有点难。哎，对对，比较困啊。不是说你不会，我也的确相信，绝对不是说你们不会。而是有时候想的时候会一下想岔，或者说一下挡到啊。这个，我读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况，一模一样。各位知道你如何可以记得住吗？要不要学你如何可以记得住？而且你记住永远不会忘，要不要学？好。你上来讲一次就懂了，真的真的，你上来从头讲一次，然后你就绝对不会再忘了。所以你们可以试着啊，等一下三十秒钟，试着自己去把这样的内容自己讲给自己听，不要用想的啊，用讲的。讲给自己听，你讲一遍，我保证你不会忘。讲的。周十五。大声。